打我。哪里好玩啊？我没有。你们跟他一起完成这个关怀社区的作业，老师觉得非常的有意义。靠，老师，我那么有爱心，有没有发现？我们抓他到底干嘛啊？他又不是人，我们要干嘛就干嘛。你这是绑架！反正他又不知道是谁，抓走他同伴。他们玩够了，就会放你走。好不容易疯掉，那把你吃掉嘛！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抓到他的话，绑在上面的是你耶！我要是随便放了你，怎么杀了我啊？只想做好的，又没有怎么做好的，算什么东西啊？放心啦，有我可以打你。不一样啊，我跟他不